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爱分享的恩娜姨。我现在正打车呢，去那个滨江道，我们那个老同事呢在那儿相约呢，吃个饭，一会儿聊聊天儿。现在我们走的是山西路是吧？对啊，山西路一会儿就到了，下车了。我现在走在的就是滨江道，我们定在是友谊新天地广场，在那儿集合。今天我们就在友谊新天地 B 座，星诺家自助饺子馆儿，吃个饭，还排队呢。我们就选在这个自助餐这儿，它主要是以吃饺子为主。进来还挺热的，我脱掉这衣服，我也去取餐去。前排都是热菜，后排都是凉菜。取点这个鱼，小杂鱼儿。富姐就爱吃素，不爱吃肉是吧？爱吃鱼，爱吃鱼哈啊，多拿点鱼吧啊。拿点鱼吧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鸡的，好像是。来一个尝尝。来点青菜。这饺子馅儿有，韭菜肉馅儿、肉三鲜、猪肉芹菜、西湖鸡蛋、鸡蛋韭菜、羊肉香菜、鲅鱼馅儿的饺子、猪肉酸菜、猪肉茴香，好吗？想吃什么馅儿都有。我来一屉鲅鱼饺子，再来一个羊肉香菜的，再来一个肉三鲜的。小鱼炸的特别香，肉也特别的鲜。实体说不来了是吗？没有啊，他还没办完事儿呢，他在中心小区了。嗯。李姐来点那个醋嘛，不要醋是吧？我们等这位石小姐等了好半天，这才刚回来。没事儿，有事儿怎么办呢？对吧哈？好嘛，石小姐这大裙子漂亮啊，咱俩坐着吃肉饺子吧，啊，再煮一个坎就熟了。哎，来石小姐。好的。我拿的都是肉的，咱俩爱吃肉饺子。尝尝这饺子啊，今天就奔这饺子来的。嗯，羊肉香菜的，真香，还是特别香。肉香哈，不简单，还吃素的。这个自助呢是36块钱一个人，随便吃，有热菜、冷菜，还有水饺，吃饱了。我们一会儿出去溜溜还。这是我们老单位的姐儿几个，其实年龄他们都比我大，6岁以上。这姐姐大9岁、8岁、6岁、7岁，看看都比我年轻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吃完饺子都挺开心的，一会儿咱们去溜溜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喜欢恩娜姨的给恩娜姨一个关注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为什么？